学，请接着看《僧宝赞》，看作人天功德主，坚持戒行无为。这两句标准很高啊！啊，看是真正能够胜任啊！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能做人天功德主吗？这一句借上面来的复感应寻机啊，看作人天功德主，悲度禅师没问题啊，啊，这是至少是证了果的阿罗汉，绝对不是普通人。想想我们行吗？不但是我们常常讲啊，尤其是这些年来我们在各地方讲经用了一个总的讲题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啊，希望呢我们能够做到人间一个好样子好榜样啊。这个标准比这两句话高多了啊，人间天上啊，这个天包括了欲界天色界天啊，那无色界天我们就不谈了啊，因为他们有形象。那长寿天啊，你讲经说法他也不会来听啊。色界天喜欢听经闻法啊，我们有资格吗？能胜任吗？啊，人天不失福德主啊，是功德主啊，这个功德跟福德差别很大啊。世间人到佛门里面来啊，烧香拜佛，布施供养，求什么？求福福田啊。出家人是福田僧呐。啊，那么这个衣服看到这样一块一块的，大家说这什么？这福田衣啊，到这儿来种福田的啊，真能有福给他吗？我们修行的如法，他得福报啊，我们真的修行正果了。如果我们修行不如法，将来堕三途了，他还有福啊？福报尚且这么难，功德就更不必说了。啊，功德是什么呢？我们不但自己成就啊，而且还帮助他成就。什么是功德？戒定慧是功德了。持戒有功啊，
德清净平等，那就是德啊。清净平等是定的，修定有功啊，开智慧是德啊。那么这一句就是说，你确确实实啊，能够做人间天上的好老师啊，你帮助啊人天大众啊，成就戒定慧三学，你才叫功德主。这自己戒定慧三学都没有成就，你怎么能帮助天上人间这些大众成就戒定慧三学呢？啊，那么人天功德主，我们想一想，最低的水平啊标准，也要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，破四相啊，你才有资格做人天功德主啊。那个破四见我们不说，至少要破四相。啊，确确实实无我无私啊，确确实实放下了名闻利养，放下了五欲六尘的享受啊，彻底断了贪嗔痴慢疑啊，你才看作人天功德主啊。你的德行、智慧善巧方便，不能达到这个水平，你怎么能做人天功德主？啊，后面这是讲自己德行最重要的，这是人天功德主最基本的一个条件，坚持戒行无为。啊，我们你就晓得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强调、这样要求。啊，落实沙弥律仪。啊，十条是戒，后面二十四门是行啊、威仪啊。其他我们不敢说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比丘戒、菩萨戒太高了，我们做人都不会做，还谈什么？学佛先学做人。啊，印光大师出现在近代，了解现代的社会，啊，了解这个社会的演变，伦理道德、圣贤人的教诲全面崩溃，人要遭受大苦难。印光大师不再强调戒行了，啊，强调什么呢？了凡四训。了凡四训讲的是什么？身性因果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！不是不报啊，时辰未到啊。了凡四训内容是讲这个，你真正懂得因果报应，你相信了，啊，你才会发心
断我修善，啊，希望自己将来好的果报，啊，于是祖师教我们修感应篇呐，学文昌帝君应知文呐，啊，他把太上感应篇、文昌应知文代替戒律，这个好啊，这不是经典呐，不是从外国传来的，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编的，自己的写的。啊，所以印祖一生提倡这三样东西，啊，了凡四训、感应篇汇编、安世全书，啊，安世全书里面有四种，第一种就是文昌帝君印之文，占全书分量的二分之一，啊，后面三篇万善先知戒杀，欲海回匡啊戒淫，最后西归之旨啊劝念佛。你看看印光大师他老人家用的苦心呐，啊，从实际上看呢，就是持戒念佛。啊，深信因果，持戒念佛，这他一生到处提倡，啊，真正是挽救当前戒运的不二法门，啊，印祖用这个方法落实，啊，坚持戒心无为，啊，着重在决定不能违背啊，你要违背你以后的日子难过啊，未来不堪设想啊，未来是三途卧报啊，啊，三途很容易进去啊，很不容易出来啊，你要有高度的警觉心，否则的话，到时候你堕落了，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。啊，所以修行真干，在什么时候呢？我常常勉励同学，现在就要干。啊，现在开始干，下定决心干，已经迟了，不能再迟了。世间所有一切法都不是真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得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，只有深信因果持戒念佛是真的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带得去的，决定是善因善果好因好报啊！啊，为什么不干？啊，人一生真正的幸福，真正的快乐，不离身心。
啊，怎么样不离圣贤呢？叫不离圣贤的教诲。啊，世间书，我们从前在台中接受李老师的教诲，李老师教我们三样东西。一个是四书，一个是五种仪规，另外一个是古文观止。啊，古文观止是学文字的，学文章的。啊，前面两种是德行，是学问。够了，一生受用不了了。佛经也不要多啊，有这几种一生受用不尽了啊。印光大师讲的这三样东西，了凡四训、感应篇、汇编、安思全书，我们平常学习的这个净宗法门，净宗的五经一论，啊，那么又加上啊，这都是李老师以前教导我们的《十善业道经》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》。啊，《金刚经》、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、啊，《楞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华严经》，够了，不要再搞了。啊，我们一生专修专弘，啊，把心定下来，一门搞通了，再学一门。啊，一生当中有一门为主，啊，主修一门，其他的都可以学，学补充你主修的这一门，在这一门里面发挥。啊，我们决定不再搞多了，啊，多了怎么了？消化不了，受不了了。能够这样子守住，这也叫戒心。啊，戒是规矩，戒是境界。啊，我只守住这个范围，好好的来学习。啊，其他千经万论呐，到极乐世界再学不迟。到极乐世界，我们证得了无量寿，啊，有的是寿命，有的是时间，啊，何况那个地方老师好，同学好，修学环境好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？啊，不能够贪多，要专精。用经论修正我们的思想见解，我们的想法看法不违背经论，我们的言语行动
不违背戒律。啊，用戒律做标准，修正我们行为。用经论做标准，修正我们思想见解。啊，我们修行有标准呐。啊，违背那就错了。坚持就是决定不违背，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，真干啊！啊，教我们不可以做的，决定不违背，这叫坚持。啊，别的人他坚不坚持与我不相干。啊，我决定不能看着别人，哦，别人做我也做，别人不做我为什么要做？那你就错了。别人走三途路子，你也跟他去啊；别人堕阿鼻地狱，你也跟他去啊。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别人好的可以学他。自己要有智慧，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，辨别邪正因果，你要有这个能力啊！没有这个能力，跟定老师啊，没有善知识的时候，那你一定要是跟定经教。学哪一部经教，一定要遵守这个经论里面的教诲。啊，现在一般同学都以《无量寿经》为自己修行的标准，很好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内容非常丰富。啊，全经自始至终，每一品里面都讲到戒律，讲的最多的32到37，啊，这个一大段的经文，你仔细去观察，里面是详细给我们说明五戒十善。啊，有正面的学习，有负面的因果。啊，所以我们把它提出来，作为晚课读诵的经文。啊，目的是希望每天依着经教修忏悔法了。啊，读这段经文随文入观了。啊，一面念一面想象自己。啊，佛教我们做的做到没有？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违反了没有？反省改过自新。这叫真正修行，这个晚课做了就有功德了。有口无心，那个不行啊！啊，再看这个赞颂幕后两句：“我今稽首。”愿要知真西藏体系啊，啊，稽首是顶礼三拜啊，啊，我在这个地方顶礼三拜，
啊，希望你虽然在远方，你看到，你也听到，你知道我心里面的意思。啊，但是真一点都不假。啊，尤其是法身菩萨，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在这个境界里面，空间没有了，远近没有了，时间没有了，先后没有了。啊，法身菩萨在这个境界里头啊，他怎么会不知道啊？即使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去我们这个地方十万亿佛国度，他看我们看得清清楚楚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小声说悄悄话，他也听得清清楚楚，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。无量寿经上讲得好啊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些人，凡圣同居土的，天眼洞视，天耳彻天，他心辨知，我们起心动念他都晓得，你能瞒过谁呀？万万不可以呀，自欺欺人呐！啊，欺骗凡夫容易啊，初住菩萨以上啊，你没有办法欺骗他，他对你太了解了，太清楚了，你生生世世所作所为他通通知道。啊，声闻缘觉，天神鬼神也有晓通啊，你生生世世他未必知道，你现前所作所为瞒不过他。所以古人常讲啊，举头三尺有神明啊。人家怎么不知道？所以你的心正，行正，诸佛护念，善神保佑啊，恶神也尊敬你啊。为什么不干？啊，你学佛，心地越清净，功夫越好，这些境界的感应呢越显著啊，这个境界决定能够增长你的信心，坚定你的愿行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完全了解这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菩提道上不孤单呐，诸佛护念呐，龙天善神拥护我啊！真邪障体系啊，我们是凡夫，需要人提拔了啊，三宝距离我们最接近的啊，出家人这一根锡杖是不离手的啊，什么用处呢？出门透波用的啊，出去透波。一般人家大门都是关到的啊，你要是敲人家门很不礼貌啊，
那不可以敲人门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托钵在外面托钵，他也不知道啊。摇锡杖啊，锡杖一摇，锡杖里的栓通常都有铜的环或者铁的环，摇起来有声音啊，里面的人听到外面有人摇锡杖，就知道有出家人来托钵了啊，他自然会开门呢出来供养啊。如果他今天没有东西供养你吃的啊，他不开门，锡杖摇三次门不开，赶紧走啊，不能在那里逗留了啊，就托第二家。佛规定托钵不可以超过七家，七家都托不到，那回去念佛啊。但是还是有的吃，因为托钵不是托了一面走一面吃的，不是的啊，那个是犯威仪的。托完之后回到道场，还是大家一起吃啊。那么有托多的呢，就分个少的；没有托到的呢，都可以分到。啊，真锡杖提携啊！我今天托钵没有托到啊，哎，那个托的多的分一点给我了。啊，这是四。啊，从这个事引申啊，我们修行遇到困难，遇到挫折啊，遇到迷惑，遇到障难，要靠善知识体系，要靠善友来帮助啊。这些善友三宝啊，那么讲到这个地方，本来可以告一个段落了。啊，这个里头还有一层深的意思。在家人呢，也是僧宝。这怎么说法呢？有僧这个意思。不分在家出家啊，只要修六合敬，严持戒律，四个人在一起，在家人四个人在一起也是僧宝啊，也是僧团。你一定有真修行啊，这个在家了，佛门里都出家了，有四种啊，这个一定要晓得啊。第一种，身出家了，心没有出家啊，形象上是个出家人，他的思想、见解、行为在家人。这个不是僧宝啊，这种出家人啊，就是古大德讲的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就还了，他们将来要还债的 啊他们有如法修行啊。那么第二种呢，心出身不出，这是在家真正修行的人，他是僧宝。虽然形象是在家人，但是他真的修的跟出家人一样，没有两样。啊，这是一种僧宝。第三种呢，
身心居处啊，这当然是最标准的出家人啊，身出家，心也出家，真正于尘世啊，这个尘是尘土的尘，一尘不染。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暂的僧宝要晓得，啊，心出家的，啊，身出心也出的，这才是真正僧宝。啊，那么第四种，身心都不出，啊，身心都不出，不是讲世间一般的平民，不是的，是讲。在家学佛，啊，在家学佛，他身没出，啊，心怎么样呢？心也没出，啊，身心都不出啊，讲在家，啊，挂居士的名，心不想到啊，日常生活当中。还是随顺烦恼习气啊，没有随顺经论教诲啊，身心都不出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四种都是指佛门四种弟子啊，不入佛门的不在数啊，这个我们必须要懂。啊，所以这个出家在家一定要真干，啊，你才算在这个僧宝里头，啊，如果不是真干，僧宝里头没分的，啊，那我没有分，造不造业呢？当然造业。啊，怎么造业？我说出来，大家能理解。破坏佛教形象，这个罪过不轻呐！啊，诸位都知道，无逆十恶罪里头啊，有破和合身。有这么一条，破和合身的罪是堕阿鼻地狱，很重啊。那么你破坏佛教形象，你想想看，这个罪等不等于破和合身？我是个出家人，做得很不如法。让社会大众看到我就骂佛教，啊，骂我个人不要紧，整个佛教都被他骂到了。你想这个罪多重？啊，在家学佛的居士，学得不如法。让社会大众，你还是出家人，你还是学佛的人啊，学佛人这样的，你有没有罪过？啊，连累了整个学佛的人，连累了整个佛法。这个事情真的严重了啊！为什么古时候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了一些出家人受到国王大臣啊，士大夫，就是我们今天讲
知识分子那么样的尊敬，什么道理啊？那个出家人真是为佛增光啊！有道德，有学问，严持戒律，说法立身，辩才无碍，与世出世间法一无所求，一无所取，谁不尊敬？所以真的是看作人天功德主啊。帝王将相，甘心皈依啊，以你为师。为什么我们今天出家人在社会上受人瞧不起？我们自己要回头认真的去想想，是功是罪，是祸是福，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所以你不真干，你怎么对得起佛菩萨？怎么对得起代代相传的祖师大德？怎么对得起这个十方善信啊，出钱出力来供养你啊，人家辛辛苦苦啊，赚一点钱来供养你，为什么？你又凭什么能消受得了？啊，所以三宝赞里头，我们看到这个僧宝赞了。感慨万千呐！自己深深的反省检点，不能不知道啊！不能不回头啊，不能不改过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开始，这是中峰禅师的说的话了。念佛即从心出，戒业其属外来，须与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。这一段开始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这四句啊，这四句也是对我们学佛人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也是当头棒喝。念佛即从心出，戒业其属外来，这你就说明了啊。造善造恶是一个心呐。这个心不造善就造恶，
肯定的。念佛善中之善，没有比这个更善了。啊，你心里头无论想什么样的善法，将来都有善果，善果不出人天的。啊，你心里面想一些恶法，果报不出三途啊。啊，由此可知啊，起心动念啊，无不是业啊，业不是善业就是恶业。随顺圣贤的教诲，善意；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恶意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社会麻烦了，为什么呢？圣贤教诲没有了，没人说了，圣贤教诲这些典籍流通的量很少，没人读啊。啊，早年我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印《四库全书》啊，那个时候我想买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，没有钱呢。啊，以后世界书局，哎，又出版了《四库会要》啊，当时我很欢喜。啊，我想四库现在流传在这个世间还有几套啊？啊，这个从前老人告诉我的是吧？啊，当年乾隆皇帝那个时候，《四库全书》的原本是手写的，一共写了七套。啊，这么多年来，经过战乱、改朝换代。损失了，啊，被毁掉了，散失了，可惜啊，大概中国大陆还有两套。啊，台湾有一套，三套啊，啊，残缺的本子不完全的，也还有一些。但是四库会要没有，四库会要是当时只有两套，啊，一套在赤澤堂，啊，这是乾隆的书房，在皇宫里面；另外一套在圆明园，圆明园有一套是四库全书，一套会要。八国联军的时候把圆明园烧掉了，这两套通通毁。所以会要就是一套，稀世的孤本呐、啊，世界书局印出来了，我非常欢喜啊！所以那个时候有些同修啊帮助我，啊，我就买了一套，啊，买了一套，我自己没有能力读啊，我就想到什么呢？这个应当要送回中国大陆，因为中国大陆没有啊，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
啊，我就发心啊，以后尽一切的力量啊，买了五套啊，这个五套第一次送给中国大陆啊，送北大啊，北京送一套，送北大。南京送了一套，是南京师范大学啊，上海送了一套，复旦大学啊，这个安徽啊，这老家啊，我也是桐城派的发源地啊，送了一套。这是安徽大学啊，另外一套呢送给乾隆的老家啊，东北我们送的是长春大学啊，乾隆的老家啊，以后陆陆续续有钱就买，所以总共买了34套啊。那么全中国每一个省啊，特别是自治区啊，各送一套啊，在这一个地区里头选择最好的一个大学啊，希望这些东西流传久远了。到最后有一位居士来告诉我，他发心送我一套四库全书，哎，我非常高兴啊。那么像世界书啊，这个商务印书馆买了一套，商务印书馆最后一套啊，最后一套买给我的啊，这个总经理告诉我，这套书啊，假使一个人从小出生呢，就会读，一天读8个小时，读到120岁都读不完。啊，我买的一套就现在放在这个我们新教堂里面。啊，我就问他了。我说你这个书啊，这个印的数量呢，在我估计大概是300套，这没错，这印300套啊，啊，会要啊，在我那个时候估计印当时印500套，啊，去年我到台湾去讲经，啊，遇到世界书局的总经理。我才知道他们这印200套啊，什么呢？这书没人读了，印多了卖不掉啊，啊，印200套啊，现在他们还剩8套，你就晓得多么困难啊，古圣先贤的东西现在没人读了啊，现在人读的东西读什么呢？不是读书了，电脑啊，网络啊，网络里头内容我不知道，我只听说里头五花八门啊，大概总是70%-80%负面教材。这还得了吗？叫人傻到阎王啊！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天天接触这些东西，你的心呢，决定被这些恶法染污，你起心动念不善。果报不堪设想啊。
今天学佛的人好像是挺多的，真正学佛又有几个人呢？啊，你要是一层一层淘汰呀，淘汰到最后啊，在全世界来讲啊，恐怕一百个人都找不到。啊，我这是估计的很大了。哎，真正学佛的人在全世界，一百个人找不到。你说这还得了吗？都是这个念头。啊，造善是他，造恶也是他。我们要懂得，我们要警觉到，啊，自己好好想想，我走佛道还是走地狱道？啊，认真好好的去思维，啊，去想想。现在时间到了。